每日亲近神，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得着亮光。生命记第二十八天，生命记二十三章一至二十五节，成为圣洁。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一，成为神的圣洁子民。有三种人不被允许进入神的殿中献祭聚会，甚至被列为不圣洁的子民。一，外圣受伤和被阉割的人，可能蓄意破坏生殖系统，想长大进入宫廷做太监，或在偶像庙中服侍。二，私生子，不是一般的私生子，是迦南庙祭所生之子。三，亚扪人和摩押人，原来是罗德与女儿乱伦所生的后裔，而且拒绝帮助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
后来他们又收买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上帝没有说明这三种人为何不能进入耶和华的聚会，但他们都跟迦南的宗教有关联。神是圣洁的，绝不容许沾染不洁的子民进入他的聚会。如今神也期待我们分别为圣，恢复心中的圣洁，做他尊贵的儿女。二，预备圣洁之地与神同在。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率领他们与敌人作战。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最深的心意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神，而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神要在他们中间立帐幕，设立居所，住在其中。因此在军营中要洁净，除去一切不道德与邪恶的事，以免神看见污秽而离开。另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神要在营中行走，要救护我们，拯救我们，保护我们，并将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使我们征战得胜，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圣洁。我们期待生活的每个层面都有神的拯救与保护，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并预备圣洁的场所来与神同在。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使我成为你的圣洁子民，并预备我的居所成为圣洁之地，好让你行走在其中。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导读神的话，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 Amen。 是的，耶稣，你就是保护我们的神，你视我们为眼中的至宝，所以我们要当以自洁的心在你面前与你同行。 Amen。 耶和华，你是与我们同行的神，你是保护我们的神，是守护我们的神，你常在我们的四围环绕，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得到你的救护。 Amen。 Amen。 谢谢主耶稣，你以右手拯救我，用你的膀臂托住我，你总不撇弃我。求主帮助我们心怀意念，成为一位合神心意、合乎主用的人。 Amen。 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成为一个合乎主用的人。主，我们要合乎你的心意，因为人非圣洁就不得见主面。愿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免得我得罪了你，把你的话扎入我的心，让我面对你的时候我毫无羞愧，因为我的心要常常思念你。Amen。 耶和华，在你面前我们毫无羞愧，我们应当自洁，我们理当圣洁，免了我们污秽了自身，使你离开了我们。你是圣洁不可玷污的神。 Amen。 Amen。 你是圣洁的神，求圣灵赐给我恩膏，让我能够在征战当中持守圣洁，让你的话语时时刻刻充满在我的心中，让我不被世界给污染。谢谢你将仇敌交在我们手中，带领我们与你一起征战得胜。哈利路亚，谢谢主，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愿神祝福我们。